本药妆爆单三品，销售排行第一名的，然后它都很大瓶，500ml，那质地非常的清爽，非常干净溜溜。日本药妆爆单三品，超夯的化妆水叫做 Unlabel， 对 Unlabel 长效保湿系列商品，噔噔噔噔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化妆水是在日本哈、销售排行第一名的，这是植物高保湿化妆水哈、植物性的，而且它高保湿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不是那种水状的，它是很保湿的那种，有点勾勾又不太勾勾，而且非常好吸收，重点是它是不油不黏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质地非常的清爽，那它是不含酒精的化妆水，想要湿敷就用在那个化妆棉上面。把它整个吸收之后再把它湿敷，那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保湿水凝乳哈，也是超大瓶的，这个也是保湿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非常的清透，它是不油的那一种哦。先上化妆水之后呢，再上这个水凝乳，然后它都很大瓶，500ml，它是日本制的，添加那个高效植萃保湿的水凝露，也很适合当晚安冻膜来使用。晚安冻膜要怎么用呢？把它涂厚一点，敷在你的脸上。再来就是这个卸妆水，卸妆水不添加有油的东西，敏感肌都可以使用哦。平常卸妆水都是用这样倒出来，对不对？它没有，它都是用这个按压的，这里直接这样哎、直接这样按压哎、这样就出来了哎、就直接可以卸妆了哎、这是粉底液，把它推开。给你看，香香，非常干净溜溜，一卸就卸掉了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大瓶，小个短袜 ，Unlabel 的，在日本销售 Number One。